熊玩具。Hello， 小朋友们，大家好啊！我是司令官，今天我可是给大家带来了全新的礼物哦。你们猜到了吗？他们就是最强战士福特、塞米、露西、麦克斯。哎，怎么都是圆圆的蛋呢？这可不行，让我给他们变形一下。不仅仅是这样，他们在作战的时候还会变成战士的形态哦。今天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我司令官的厉害，司令官魔法变。司令官，我们可是给小朋友们带来了礼物的，这个可不能告诉你，你赶紧走开吧。哼，小朋友们，一会儿记得告诉我他们带来的是什么呀。首先来看看蓝色的战士福特给我们带来的礼物，他站在了蓝色的车库门前，这里面是什么呢？哇，是一个紫色的奇迹蛋，打开来看看。这是一辆奥特曼的变形战车，它看起来好厉害呀。听说反面撞击还可以变形呢，让我们赶紧来试试。哇哦，变形车变成了捷德奥特曼，好酷啊。第二个给我们带来惊喜的是粉红战士露西，那他的礼物是什么呢？赶紧打开。哇，出现了，是一个绿色的奇迹蛋。奇迹蛋变成了一部手机，它还能打电话呢。哦，这上面好像有很多的纹路，不会是一个变形手机吧？嗯，那它能变形成为什么呢？赶紧来试一试。将将，出现了，这是一个机器人。第三个给我们带来神秘礼物的是红色的战士塞米，那他的礼物会是什么呢？哇，是一个红色的奇趣蛋。咦，奇趣蛋变成了宇宙忍者法尔坦星人，他不会要攻击塞米吧？救命啊，救命。咦，这里面还有生面，让我们来打开看一看。哦，原来是佐菲奥特曼被困在了巴尔坦的身体里面。最后一个给我们带来奇迹蛋的是黄色的战士麦克斯。那麦克斯的礼物是什么呢？赶紧打开来看看。哈哈，出现了，是一个巨大的怪兽胶囊，里面是什么呢？哦，原来是怪兽艾雷王。不好，有危险，救命啊，救命。可恶的怪兽，这次让我们来收拾你吧。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迷你特工玩具，如果喜欢记得点赞订阅哦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